对于趋同行为的详细记录。哦，对，好了，所以那你一天要在这里待多久？待到中午，然后再从中午待到下午，待到要总共要几天？一整个月？整个大概目前实验的时间大概是两个月。哦，对，那你每天都要待在这里吗？对，就是专门研究弓角羚羊还有非洲野羚。